凤姐，你也不娶我。哎呦，我不怕老太太的不是，老太太倒寻上我了。这可奇了，倒要听听这不是。谁教老祖宗会调理人？调理的水葱似的，怎么怨的人要？幸亏啊，我是孙子媳妇儿，我要是孙子，我早要了，还等到这会子呢。这倒是我的不是了，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。这样我也不要了，你带了去吧。哎呦，等我休了这辈子，来生托生男人，我才要吧。你带了去，给莲儿放在屋里，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。莲儿不配，她呀只配我和平儿这对烧糊了的卷子，和他混去吧。大太太来了。姑娘，我听见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。请老太太安。你倒也三从四德，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。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了，你还怕他？劝两句都使不得，还由着你老爷性儿闹。我劝过几次不依，老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呢？我也是不得已。他逼着你杀人，你也杀去。如今你也想想，你兄弟媳妇儿本来老实，又生得多病多痛，上上下下哪儿不是他操心？你一个媳妇儿虽然帮着，也是天天丢下盘儿弄扫帚，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些不道的去处，有冤呀。那孩子还心细些，我的事情他都还想着，该要去的他就要来了，该添什么他就夺空告诉他们添了。我这屋里就剩了他一个，年纪也大些，我的脾气性格他还知道些，这几年一应事情他说什么，家里大大小小没有不信的。我有了这么个人儿，便是媳妇儿和孙子媳妇儿有想不到的，我也不得缺了，也没气可生了。这会子他去了，你们弄个什么人来我使啊？你们就弄他那么一个珍珠的人来，不会说话也无用。我正要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，他要什么人，我这里有钱。叫他只管18000的买，就只这个丫头不能留下他服侍我几年，就比他日夜服侍我尽了孝的一般。你来的也巧，你就去说，更妥当了。是。媳妇知道了。嗯，方才那么多人还热闹着，怎都不见了？赶紧叫回来，大家乐呵乐呵。老祖宗要晕了！哎呦，这牌是没办法了。给您，你们指出识字的也不学学算命，这又奇了。这会子啊，你倒不打点精神，多赢老太太几个钱，
又来算命。我正要算算交该输多少呢，我还想赢，这场子没上，左右都埋伏下了。你怎么恼了？连牌也不给我洗啊？二奶奶不给钱吗？她不给钱，那是她交运了。把她那一吊钱都拿过来。是玩吧！哎呀，姑妈，你快瞧瞧，那里头不知玩了我多少进去了。哎呦，这吊银子玩不了半个时辰，那里头的银子呀就招手叫他了，直到把这吊钱也叫进去了，牌也不用斗了，老祖宗的气也平了，又有正经事儿啊，差我盼去了。才刚听说奶奶陪着老太太斗牌呢，我怕钱不够。又拿了一吊来，不用放在我这儿了，也放在老祖宗这处吧，一起叫进去啊，倒省事儿，不用分两次，还叫箱子里的钱费事儿。邢夫人回去将方才的话只略说了几句，假设无法又惭愧，只得又各处遣人构求寻觅，终究费了800两银子买了个17岁的女孩子来，名唤嫣红，收在屋内，不在话下。赖大家的孙子得了官，改下3日酒席，早有一请贾府的人来增光，不得知肯不肯赏脸。展演到了14日这一天，赖大家的媳妇又来请，贾母高兴，竟带了贾府一众人等到赖大花园中坐了半日。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，却也十分齐整宽阔，全石林木，楼阁亭轩，也有好几处惊人骇目的。柳香莲原是世家子弟，读书不成，父母早丧，素性耍侠，不拘细事，酷好耍枪舞剑，赌博吃酒，以致拈花握柳，吹笛弹筝，无所不为。因她年纪又轻，生得又美，不知她身份的人却误认作幽灵一类。宝玉，啊，哎，这几日你可到秦钟的坟上去了？怎么不去？我想，今年夏天雨水勤，怕他的坟站不住，便走去瞧了瞧，果然又动了一点子。回来后，便弄了几百钱，第三日一早，便打发两个人都收拾好了。哎，我只恨我呀，天天圈在家里，一点儿也坐不得住。虽然有些钱。但都由不得我使。这个事儿
也用不着你操心，外头有我，你只心里有了就是。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，去外头逛个三年五载再回来。这是为何？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等到跟前儿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我如今要别过了。你若果真要去远行，必须要告诉我一声，千万别悄悄的去了。自然要辞的，你只别跟别人说就是了。哎，你们谁敢下楼？你俩交流到哪儿去了？哎，我们真不知道啊，这个不知道。你给我找去，你带着干什么？哎，快收拾东西，你下来，你下来喝杯茶。下来，我不走，你们今天不把小手找来，我就不下去。你们都给我找小柳，你找小柳，你找去谁找我呀？哎，我找小柳。小柳，好兄弟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好兄弟，我走走就来。哎，好兄弟，你别走啊！你好歹在这儿坐一坐啊！你走了就没信了。我。你就算疼我了，你是真心跟我好，还是假心跟我好呀？我要是假的，我立刻死在眼前。既然如此，这里不变。等会儿坐一坐，我先走。你跟我出来，跟到我下处去，咱们另喝一夜酒。我那儿还有两个绝好的孩子，从未出门，你可连一个跟的人也不用带。到了我那儿，服侍的人都是现成的。果然如此。怎么，人他真心待你，你倒不信了？哎呀，好兄弟，我又不是呆子，我怎能不信呢？那既然如此，我又不认得你，先去了，我到哪里找你？我这下处可在北门外头，你可舍得家跟我城外住一夜去？有了你，我还要家做什么？哎，小柳，我来了。小柳，我来了。我来了。咱们先设个誓，日后谁要是变了心告诉人去，便应了誓，如何呀？此话有理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若是我薛蟠今后变了心，把这事告诉别人，就天打五雷轰。走雷！哎呀，那你说说，我是谁？你是好兄弟。哎呀！啊！我知道，你是好哥哥。你再说，再说。好爷爷，好爷爷，你就饶了我这没长眼睛的瞎子吧。从今往后，我敬你怕你。哎呀！我再也不敢了。我打死你也无益，给你点厉害罢了。且说薛蟠被打，睡在炕上痛骂柳湘莲。三五日后，疼痛虽愈，伤痕未平，只装病在家窥见亲友。转眼到了十月，第一场雪落下来了。薛蟠在家躲得气闷，到有心南下做生意去。你哥哥这一走，
我到底有点不放心呢。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，正事好的了，一半尽人力，一半听天命罢了。你说的倒是啊，花两个钱让他学乖些也值了。哎，哦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回屋收拾收拾东西，锁上门，今天晚上同我住吧。知道了。你就有这些人作伴，不如叫香菱和我作伴去吧。既是这样，香菱，那你就到园子里同姑娘住吧。是。姑娘，走吧。平儿，姑娘可听见我们的新闻了？没听见新闻啊，因连日打发我哥哥出门，所以这两日你们这里的事一概也不知道，连姊妹们都没见。老爷把二爷打了个动不得，姑娘就没听见。早起恍惚听见一句，也信不真，我正要瞧你奶奶去呢，不想你来了。平儿姑娘，我们听见姨太太这里有一种丸药，上棒疮的，姑娘快寻一丸子给我。婴儿，快把前日那棒疮药拿一碗来。都是那家雨村，哪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？今年春天，老爷不知在什么地方看上了几把旧扇子，立刻派人各处去搜求，谁知就有个石呆子，穷得连饭也没得吃，偏他家就有二十几把旧扇子，死也不肯拿出门来。二爷好容易烦了多少情，见了这个人，说之再三，才把二爷请到他家里去坐着，拿出这扇子略瞧了一瞧。据二爷说，原是不能再有的，全是什么香妃、棕竹、麋鹿、玉竹的，皆是古人写画真迹。请老爷安。老爷找我什么事儿？你瞧瞧，这是石呆子的扇子，雨村刚刚送过来的。当时我问他，他说要扇子先要他的命，饿死冻死一千两一把也不卖的。这会子怎么却卖了？我看你个没能为，雨村派了他一个拖欠官银，便把这些个扇子都抄到衙门里了。不过花了一点官价银子，办的是妥妥当当啊。那石呆子如今是死是活？为这点子小事儿，弄得人坑家败业的，不算什么能为。混账！你竟敢拿话堵我！啊，哎，我说错了。都什么事儿了？这是？别动！快，你去劝劝老爷。杨红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哪里见过这样的老爷？怨自己的儿子不够坏呢。平儿姑娘。既这样，就替我问候吧，我就不去了。是，多谢姑娘。原来邢夫人之兄嫂带了女儿秀烟进京来投邢夫人的。来，可巧凤姐之兄王仁也正进京，两亲家一处打帮来。三妹妹、二姐姐，你们快点啊！走至半路泊船时，正遇见李纨之寡婶带着两个女儿李纨、李绮也上京。快到昨儿晚上，大家续起来又是亲戚，因此三家一路同行。硬到今日了。后有薛蟠之从弟薛科，因当年父亲在京时已将胞妹薛宝琴许配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婚，正欲进京发嫁。闻得王仁进京，他也带了妹子随后赶来，所以今日会齐了来访投个人亲戚。好兄弟，哎，快来。来到王夫人上房，乌压压一地的人。黛玉见了众人，先是欢喜，此后想起众人皆有亲眷，独自己孤单无个亲眷，不免难过。不叫
唯有宝玉看在眼里。次日一早，随门窗上掩，只见窗上光辉夺目。宝玉心中踌躇，掀开帐子一看，竟是一夜大雪。宝玉欢喜非常，想着大观园中又添热闹，昨晚正义为新添的姊妹接风，在芦雪掩凑一射，这雪纵晴了也够欣赏的了。急忙换人起来，穿了一件茄色多罗尼狐皮袄子，罩一件海龙皮小小鹰膀褂，束了腰，披了玉针梭，戴上金藤笠，登上砂糖机，忙忙地往出去。出了院门，四顾一望，并无二色。走至山坡，恰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，映着雪色，分外显得精神，好不有趣。原来这芦雪掩盖在傍山临水河滩之上，一带几间茅檐土壁，井泥竹友，一条去经穿过去，便是藕香榭了。哟，我们正说着还少个渔翁，这下可齐了。二爷来了。史湘云从贾母那里要来了一块新鲜鹿肉，快把这个拿过去。婆子们又拿铁炉、铁叉、铁丝蒙子来，一起在芦雪掩烤起了鹿肉。你看他们呀，姐姐别走，咱们吃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哎呦，果然是好东西，来尝一个。我自己来。快来，你瞧瞧，香气这儿都闻见了。我也试试。哎，真不错，给我也拿一个。来，哎呀，好香啊。好吃，客已齐了，你们还吃不够。我吃这个不爱吃酒，吃了酒才有诗，若不是这鹿肉，今儿断不能作诗。嫂子，过来尝尝。怪脏的。快去尝尝好吃的，你林姐姐身子弱，吃了不消化，不然她也爱吃这个的。真好吃。哎呀，宋姐姐，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也不叫我快点吃，再给我来一块。哎呦，真的好吃吗？好吃，还没吃上这个。好吃啊，哪里找这群花子去。罢了罢了，今日芦雪掩遭劫，生生被这云丫头捉进了，我为芦雪掩一大哭。你知道什么？是真名士自风流。正是，你们都是假清高，最可厌的。我们这回大吃大绝，回来却是锦心绣口。你回来若做不好了，就把那鹿肉掏了出来，只把这雪压的芦苇子塞上些，以完此劫。镯子怎么少了一个？啊！哎呦，我知道这镯子的去向，你们只管作诗去，我们这里呢也不用找，只管前头去，不出三日，包管呀就有了。
你们今儿做的什么诗？老太太说呀，离年又近了，大正月里还该做些灯谜，大家玩笑才是啊。可是倒忘了，如今啊，赶着做几个好的，预备正月里玩。正是，走吧。集锦联句，五言排律一首，相二相韵。我不大会作诗，我只起三句，然后谁先得了谁先连。哎，好，你放个次序让我写出来。好，来，那他就来抓阄吧。自己这么说，我也说一句在上头，更妙了。你们可别笑话我啊，我只有一句粗话，剩下的我可就不知道了。越是粗话越好，你说了只管干正事去吧。我想下雪必刮北风，昨夜呀听了一夜的北风，我有了一句叫做一夜北风紧。可使得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，可正是会作诗的写法呢。是吗？不但好，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。哎呀，就是这句为首，倒想老农赶快写上去下去。快写吧。风姐姐吃杯热酒吧。好。姑娘你也吃一杯。好。好，你们慢慢玩，我可先走了。慢点吧，我走了。夜北风紧，开门雪上飘，入泥莲洁白，匝地溪琼瑶，有意荣枯草，蓝堆破叶焦，舍眉荣宝顶，香年壁上浇，斜风人姑姑，青梦转寥寥，何处梅花笛，谁家碧玉箫，鳌虫昆轴谢。我啊替你们热酒去，坐镇云霄也按回孤照，银鞭几发条，刺条连斧树，将序念征谣，耦蝶审一审。好句，枝柯怕动摇，矮矮轻衬步。好，尖尖舞随腰，珠玉成欣赏。撒盐。撒盐是旧谣，尾衰犹拨调。你快下去，你不中用，倒耽搁了我。林府不闻调，府巷千峰突。寒蛇一进窑，花园惊冷去。色起味双雕，寂寞分台歇。清平怀丹瓢，烹茶冰渐沸。煮酒夜难烧。卧酒深僧早，还情稚子挑。老先生。到底说的什么？谁老嫌身子？谨记暖亲猫，远赴翻银浪，霞城影视标，沁梅香可绝。好，林竹最堪调。好，我是鸳鸯蛋，使你翡翠笑。无风人默默，不与你娇娇。你也有才尽的时候啊，我倒看看你还有什么舌根嚼了。我本是把二娇的运全用完了，我才服你。我也不是作诗，就是抢命啊。倒是你说吧，啊？哎，还没收住呢，还没收住呢。欲至今朝乐，平诗住顺瑶。够了够了，虽没做完了韵，藤萝的字若生扭了倒不好了，拿给我看看。好，给我也看看。属云丫头的多。这个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。竹句平句都还一气，只是宝玉又落了地了。我原不会连诗，只好担待我吧。也不能事事都担待你，又说运险了，又整误了，又不会连句了，今日我必要罚你。怎么罚他？我才看到栊翠庵的红梅有趣，我要一只来插瓶，可宴妙玉的为人我不理他，如今
就罚你去取一只来。正拔的又雅又有趣。那成。外头冷得很，且吃杯热酒再去吧。快去吧。那我去了。哎，丫头们好好跟着。不必，有了人反不得了。宝玉笑嘻嘻的又去取了红梅。大家拟红梅花三个字作韵，每人一首七律咏梅。邢岫烟做了红字，李文做了梅字，宝琴做了花字，命宝玉做仿妙玉起红梅。久未开尊俱未载，寻春问腊到蓬莱。不求大事瓶中落，未起嫦娥槛外梅。入室冷挑红雪去，离尘相歌紫云来。插牙谁惜诗笺瘦，衣上犹沾佛愿台。姐姐，你这梅花果然精神，多谢了。老太太来了。远远的见贾母围着大斗篷，带着灰鼠暖兜，坐着小竹轿，打着黄绸雨伞，鸳鸯鹦鹉的五六个丫鬟拥着小轿而来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老祖宗慢点，我瞒着你太太和凤丫头来的。大雪地下，我坐着这个无妨，莫地叫他们来采雪。老祖宗快进屋。好俊的梅花啊，你们也会乐，我算来着了。你们只管玩笑吃喝，我因为天短了不敢睡中觉，摸了一回牌想起你们来了，给来凑个气儿。那个盘子里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早鹌鹑。这倒罢了，撕一两点腿子来。你们人就坐下，说笑我听。你也坐下，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样，不然我就去了。你们都在做什么玩呢？回老祖宗，我们在作诗呢。有作诗的，那不如作些灯谜，大家正月里好玩的。正是呢。这里潮湿，你们别久坐，仔细受着潮。你四妹妹那里暖和，不知她的画改年可有了。哪里能年下就有呢？只恐怕明年端阳才有呢。这还了得，他竟比盖着园子还费功夫啊。说着，贾母仍坐了竹轿，大家围着过了藕香榭，原路回去。一看四面粉妆银器，忽见宝琴披着枫叶裘，抱着一瓶红梅，站在山坡上遥等。我说少了两个人，他却在这儿等着，原来也弄梅花去了。这山坡上配上他的这个人品，又是这件衣裳，后头又是梅花，像个什么？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求时周画的双燕图。那画儿哪里有这件衣裳？人也不能这样好啊！那又是谁家的女孩？我们都在这里呢。那个呀，是宝玉。宝玉，我的眼越发花了。老祖宗，原来宝玉见众姊妹都喜梅花，又到了冷翠庵。妙玉每人送了一枝梅花，打发人送到各房里去。之后大家出了园子，都来至贾母房中，吃毕晚饭。老祖宗，
慢着点。四姑娘，画园子的画可好了？天气寒冷了，娇性皆凝色不润，画了恐怖好看，所以收起来了。我粘一下就要的，你别偷懒儿，快拿出来给我画。不管冷暖，你只画去。感到粘下，十分不能，便罢。第一要紧的是把今日晴儿、丫头、梅花、赵模照样一笔别错，快快添上。姨太太来了，好大的雪呀！一日也没过来问候老太太。哟，今儿老太太怎么不高兴啊？正该赏景才是。何曾不高兴啊？我找了她们姊妹们去玩了，她们也会乐。园子里赏梅花呢。老太太的兴致果然好。可惜姨太太没见着晴儿捧着梅花站在雪里，比屋里的艳雪图还好呢。晴儿今年多大了？过年就十五了。除了哥哥，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薛姨妈夺贾母之意，她父亲就提，大约是要与宝玉求配。倒是见过不少事，心中虽也碎意，跟着父母四山五岳的，因贾母尚未明说，他父亲自己也不好理定，四处都有买卖，所以半吞半吐。所以带着家眷这一省逛一年，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，天下十亭啊，走了能有五六亭了。那年就在这儿，把他娶了梅翰林的儿子。偏第二年，他父亲就辞世了。他母亲又是谭政，天不巧了，我正想要做媒呢，谁知已经许了人家了。你要给谁说媒呀？老祖宗别管了，我心里呀就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儿。如今已经许了人了，说也无益，不如不说罢了。冬日天短，不觉又是晚饭时，有人来回王夫人，袭人母亲病重了，想她女儿回去看看。王夫人听得很是重视，母女一场，岂有不许她去的？马上叫来凤姐，亲自吩咐一番。二奶奶，袭人的母亲病了，太太恩准她回家看看。你传一个跟着出门的媳妇儿，你们两个再带两个小丫头子跟着袭人去。外头派四个有年纪的跟车的，要一辆大车，你们跟着坐；再要一辆小车给丫头们坐。那袭人啊，是个省事儿的，你去告诉她，说我的话，要她穿几件颜色好的衣服。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，包袱要好好的，手炉也要拿好的，临走时让他先来我瞧瞧。哎，看袭人头上戴着几只金钗玉串，倒华丽；又看身上穿着桃红摆子，刻丝银鼠袄子，葱绿盘巾，彩绣锦裙，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。这三件衣裳是太太的，赏了你倒是好的，只是这褂子素了些。如今穿着也冷，我看呀，你该穿件大毛的。太太就只给了这灰鼠的，还有一件银鼠的，说是赶年下的时候再给大毛的，还没有得呢。我那儿刚好有件大毛的，平儿，你去拿了来。我
我那件啊，先凤毛处不好了，正要改去。也罢，先给你穿去吧。等年下太太给做的时节，我再做吧，只当你还我的一样。奶奶惯会说这话，成年家大手大脚的，替太太不知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，真真的赔的是说不出来，哪里又和太太算学？偏这会子又说这小气话取笑。太太哪里想得到这些？究竟又不是正经事儿，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，说不得我自己吃点亏，把众人打扮得体面些。宁可我得个好名儿也就罢了，一个个跟烧糊了的卷子似的，人先笑话我当家，倒把人弄出个花子来了。谁似奶奶这样盛名，在上体贴太太，在下又疼顾下人。你拿这件星星粘的，把这件顺手拿将出来，叫人给邢姑娘送去。昨儿那么大雪，人人都是有的，不是星星粘的，就是雨断雨纱的，十几件大红衣裳，映着大雪，好不齐整。就指他穿着那件旧毡斗篷，越发显得拱肩缩背，好不可怜见的。如今把这件给他吧。瞧瞧，我的东西他私自就要送人了，我一个还花不够，再添上你提着，更好了。这些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，疼爱下人的。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气的，是以东西为事，不顾下人的，姑娘哪里还敢这样啊？所以呀，知道我的心的，也就是他还知道三分罢了。这个你拿去，还有这个，还有，姑娘，你妈要好了就罢，若不中用了，只管住下，打发人来回我，我再打发人把铺盖给你送过去。可别是人家的铺盖和梳头的家伙，你们是知道这里的规矩的，不用我嘱咐了。知道，我们这儿到那边去，别的人都是要回避的，若住下来，要有一两间带内室的屋子。周瑞家的跟了袭人去，带信回凤姐说，袭人之母夜已停床，不能回来。凤姐一面回了王夫人，一面派人去了他的铺盖妆奁。晴雯射月送去之后，怡红院气氛阴沉。
富贵也真侥幸，好意思是金。